不好意思，我拍一下，因为那一台车，那一台车行李太可怕了啦，根本都塞不进去，都放在椅子上。对啊，我们根本没地方放行李。你们都算很棒的，对啊，我那台也是，我之前坐，我昨天坐几台都一级的。他们那个行李堆得像什么一样？哪有那么多人啊？对啊，那我们只能放椅子上。大小间也有关系啊。一样吧，那不是都预想的吗？他放空家游览车。他把。